啊，几时到我玩游晒计咯？如果你六十五岁退休，都玩咗三四十年钱，应该储一啲钱啦。系，仲水又退又储蓄，加埋强积金咪可以。不过香港人嘅平均预期寿命大约八十五岁，你要早啲计划下，大约要储几多自救咧？储几多自救啦？你可以用呢个退休策划计算机计下大约储几多自救退休。我哋要早啲为退休计划啦。